养哦，养，交通。什么招揽生意没有啦？维持交通真没意义。就是说，因为这边是那个车子的出入口啊，有些就会指挥说什么，现在车子可以走啊，先停下来啊，让下一个车走啊，有的没的。如果真的是招揽生意，我应该站前面才对啊。我那种洗车停车场的都会去前面招揽生意。啊，我忘记用点，关一直上线就看到，麻烦。没有客串交警呐、啊，啊，医院门口一定也会有那个啊，指挥交通的啊。不然刚出院，马上又住院，怎样？医院发大财吗？
应该等下就去睡觉了吧？大概3点左右，想去躺一下，有点睡意有点重，然后开了也快6小时了。对啊，我怎么挥得很像很哀怨被逼的一样啊！天哪，头又这么低，你看，他头低的程度跟我小侄女有得比耶。每次只要念他或是不顺着他，他头就低的跟什么一样，90度哦，跟滑手机一样，头是超低的，然后就开始在酝酿情绪，就开始真的是都会学他哭了，他哭的频率就怎么讲？他哭的方式，下一秒都可以预测到他怎么哭了。嗯哼。我的急救包，哎。这样才比较像装盲，有没有？要出去创造工业，不行啦！搞不好是我自己死，不是他们死、欸。我车子这么不耐撞，撞一撞，啊！技工都修一修了。有，当时就有讲啊，你看，一个医护，一个技工出去，你看，一个去撞他们车，然后他们一定要修车。如果撞死他的话，医护又刚好在旁边，帮他把他救起来。多棒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卖绷带吗？我不知道要问局长。哎，问一下哦，绷带有规定吗？还是说什么血量一定要满呢、啊？还是什么的？有这种东西啊？血量要满啊，或是要至少高于多少？这我是不知道啦。点个货点好久，不然。哇，听说有卖，没有棒球棍啊？过吧。这应该都无关的东西吧？防弹背心。只能自律吧。说最好的，好像有说血量不够多少要去，可是 因为我听说什么血量要多少这个东西，我听到关键字是这个，那、啊、可是多多少我不知道，感谢发喽，来。棒球棍要去武器店吧 哦，所以学姐骗我，她不是说这边就有得卖了。暗网诶，我买啊，感觉暗网很精彩。晚点问问看好了。院长。
燕子，啊啊！幸好，抱歉啊。哇操！中这一下很大力耶！我刚就是要问他，他撞我，神经病哦，撞人，哇塞！和我要趴在地上，椅子都被撞歪了啦！你看撞的力道多大力呀、哇！我知道他神经病院长啊，嗯，我怎么没感觉啊？有假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，补满了补满了。就这个啊。发不起来啊。哇！我知道，我刚是要那个，老趴下的姿势，我以为他会来扶我，结果他没有，跑掉了。健康检查赚钱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想办法去拐啊。我就是想要说。因为这个证没有动保，所以我们想要成立一个动保协会。有没有想要资助赞助一下啊？看看哦，老班的啊。院长，我好痛！院长，院长，我怎么还这么有力啊？哎咻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是要靠近是不是？哦，不能乱动哦，懂了。我知道啦。我要换另外的姿势哦，这个姿势比较好。哎、欸，真好，继续吃东西。很多可以玩啊，就是要有人配合啊。如果对方不跟着一起演戏。要怎么玩？
哎、欸，我没注意到我麦克风声音，刚刚去拔掉，再插上去。所以院长刚刚撞了我之后，就没声音了吗？因为其实在这刚刚我还是有讲话、欸，在这之间我还是有讲话、啊。所以院长撞到我的时候就没讲话了、哦。哇，我刚还演那么久。哎、欸，我从，哎、欸，他撞到我的时候到我刚刚上车的时候，我完全都在自言自语、欸。哦，躺床后才没声音的哦。哦，对啊，我刚刚在恢复命案现场，我刚刚说院长，我好冷，救我！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你怎么跑掉了？为什么？然后刚刚我有说，是天上星星的星，不是蜡笔小新的星哦。哇，抓到了！你在这里呀、啊，院长，我来啦！他们在玩枪战呢、欸，别过去。那我去喽。好，麻烦你，如果他要做一些比较严重的手术，你再叫我，剩下你自己处理就行了。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。多远啊？6公里，我的天！哎、欸，还好你们提前发现，不然等一下我整个自言自语，跟救护的，不吧，跟伤患说一大堆，他没听到，然后我们两边都在互叫。喂，我没事。我看一下我 DC 有没有关麦。哦，有。不是忘记关麦啦，是我的，应该是喇叭那个 USB 有点松脱了。
跑山，看一下哦，有办法救到吗？看来是填海了哦，我还不知道救不救得到哦。天哪，用这台跑山欸，有点久欸。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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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。感谢发喽。我知道，没枪，我等下就叫院长说，院长，救命啊，有吃人怪物。快没油了欸。新干这边，这边，有，我看到，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有看到他。哎、欸，你后面有车，你后面有车，小心。我刚刚也被院长震了一下，所以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学姐，学姐，还有，啊，怎么了？哦，还听得到声音哦。这个路人好，是谁啊？等我一下，等我这个一声音下。是谁听啊？得到。那学姐，你就自个儿回去包扎包扎呗。玩不过去就填海了。啊，这走吧，里，走吧。哦，你还清醒着吗？还可以，有一点晕。山路我也是慢慢开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会晕山啊。没事。哦，要去加油了，因为我自己有油桶啊，我自己加就好了。
阿怎么翻车了？怎么了？撞一下，安安，帮我撞一下。我等一下加个油，快没油了。好，好。可是我看油是满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看剩19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那我 bug 吧。可能你撞到有点晕了吧？等我一下哦、喔。什么声音啊？你刚刚是骑车还是开车？骑车，哇，弯不过去，可以啊，下次加油。哦，这要关灯哦。怎么枪声？有枪声呢。好。那学姐你就自扎吧。没有问题啊，我没事，没什么大碍。我好像第一次看过你。怎么又爆炸了？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外面是不是在世界战争啊？我以为是我幻听哎、欸。你包好之后出来看看吧。有看到什么吗？
我来救阿花学姐之前，有看到院长拿着枪啦，哇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在车你库为啦，什不么？到你为什要么不走要？路还是这样啊？我刚被院你在长干嘛？撞到肚子啊，他开车撞我跑掉啊！哇，哦，好好。天哪！小心肝，你还好吗？肚子有点痛，肚子有点痛而已。我讲话断断的。啊，你怎么又穿高跟鞋？你脚好了哦？对啊，讲好了，我喜欢穿高跟鞋。啊，我还要躺多久？啊，学姐，你有说话吗？不好意思。我说我还要躺多久？我看你身体很累，你要不要再多躺一下？等你有精神再出院好，没有问题。啊。那小猫，你们陪他吧。小猫，怎么了？那你就陪学姐吧，我去找一下院长。好哦。哇，你还行吗？还撑得住，没什么。你怎么会飞出去？玩不过去。填海啦！闭嘴，把我打死他！哎、欸，关我屁事！我没揍你，看。阿花受伤了，安慰他一下嘛。没啊，我们平常都这样讲话的。啊，你要那确个为什定么院长会有那些武器啊？武器，他那平他常跟警局申请的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啦，因为是要刚炸刚什么东西看吗？到在车场举枪，我就说我先来救人了。哦，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家医护有偷袭啊？他走路怎么摇摇晃晃的？我被院他说长刚。撞到肚子他说啦，刚他开被车院长撞撞，我啦！夸张！哎，小心肝，你的口罩怎么变成防毒面具啦？下午就突然变这样了啊！最近空气不好啦，对啊，然后这外面个比雾较霾好。浓为什么屎喷在你脸上祖国善意啊！啊？这个阿公的屎比较能挡啊！今天早上阿公那个大便真的那块布不能用了啦。哦，我懂。我觉得我差不多了，好多了。好，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了。钢铁人走喽。哇，能跑真好。没事吧？哎 欸，你有上班吗，学姐？有啊。哦，好，因为我等下要下班了，没有问题。要交接班。骑慢一点啊！好。我不信好，怎么可能是这样子？躺下、坐下，人物态度。好啦，等下要关台喽，我想去躺一下，晚点可能就是画画台了。商品要赶快赶图出来了，所以。这是院长的警笛声啊！院长，我下班喽。
啊，浩蝶。好啦，我们就明天早上再来陪我擦玻璃吧。那辛苦各位喽，大家拜拜。应该可以先换这个吧。帮，OK，然后再打卡下班。OK，各位拜拜喽，把你们带去演讲台。